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对吗？电梯不能抬上来，我忘了。接下来每个都跟他比了。啊，对。他其实不小，他是大鸟依人，别人都是小鸟依人，但是他是大鸟依人。这个男的忘了。是不是大鸟？打个分，好不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在复盘的时候就可以跟你到可以。天生瓷娃娃，他哪像瓷娃娃了？他就是那种丑陋的娃娃，好吗？他是猪娃娃，好吗？我请下一位舞蹈生。不要碰啊！不要碰瓷娃娃，不是很丑。老婆一米三二，他一米六七。不怪了。那你亲我十下。欢迎奶里奶气包，我也是奶里奶气包哦。说你女儿说天天长得好漂亮，她确实，她是个女孩。你说有就有吧。老师说我来，我是来看你直播的，但是我听不懂中文。那 now I will speak English.And welcome to our living room. He can speak English. She can speak English because she. Yeah. Because her English is so poor. Now you can eat. Now you can watch the the ugly girl.他直接把我牙齿咬打动了打松了。